你先回家稍等，卢卡斯等一下就来啊。等下。来编制你的助理，你就是我偶像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个人哦，可以吃苦啊，吃苦当做吃补啊，薪水嘛不是问题啊，我加班嘛用的，我真正就干这行业，希望当做你的助理，在你的身躯边学习。你误会啊啦，我不是卢卡斯，我是卢卡斯的董事啊。你不是哦？拍不要紧啦，阿卢卡斯哦，有代志稍等来啊，阿无你先伫遮等一下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我伫遮等，哎，我等完过拢会用的。看起来你真正是伊的粉丝哦。是啊，我真正足欣赏卢卡斯的作品的，我感觉我足好运的，拄好拄到伊咧找助理，拄只入来这办公室时，我有一种光荣感。我该用去看迄个作品。会用啊。这敢是上新设计作品？啊，不过这还未全部完成，敢若会当算是半成品俩。半成品都遮尼水。卢克斯真正是天才哎！这点哦，讲也真对啊。哎，当家你要优秀的设计师共事，我嘛感觉就幸运呢。我真正就希望我会当摕到这份助理的工课。啊，不过我就惊讲，等下看卢克斯小紧张，表现不好。放心啦，卢克斯哦，人就亲切，啊嘛就幽默哎，啊对同事对下属嘛真好，该共事哦是非常愉快。多谢你跟我讲这么多，我感觉没这么紧张啊。稍等，我表现哦，我先出去。天公伯啊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让我面试成功。阿哥，哥，别安慰我。你好意我收到啊，啊，不过即摆任何安慰的话，对我来讲拢无效。无你甲我讲，我安怎做，你才会较好过？我想要时光倒流，回到跟燕婷最甜蜜的时候。这不然，时光倒流到我不认识她的时候。爱情真的是把双面刃。How deeper you love, more pain you get。其实哦，有时阵两个人暂时分开，嘛咪先歹代志啊。就参像我甲珊珊今年同款，分开了，你才会知影你有偌爱对方，对方哦对你有偌重要。无得卡，搁过一段时间，燕婷就主动来找你啊。我是希望卖拖伤久。是行到迄个时阵，我已经心疼死啊！袂啦，啊对啦，啊你今仔日唔是有伫找助理？啊我看有人伫你办公室呢。啊对吼，我有找人来面试呢。啊，透早我已经面试两个啊，啊都不合格啊！什么少年人哦，唔知咧想啥，不好好充实自己，出社会都被打枪。哼哼，感觉敢若家己有活路同款。你的标准莫伤悬了，啊，既然是找助理，啊，一定哦有不足的所在啊，啊，本来就是哦边做边学。我无迄美国时间了，吼，人家那边做边学，啊，逐项都爱我来教。啊，到底是要安怎？像是像是助理啊？啊，带助理本来就爱有耐心嘛，啊，教了吼，有可能会变大将呢。吼，啊，变大将就跳槽啊。你即马心情不好，我袂甲你讲啊。啊，对啦。啊，即马伫咧你个办公室的迄个小囡仔，
我是认为伊的态度袂歹，啊，伊对设计吼嘛足有热情的，你去看就知影。上好是哦，莫让我迄种哦，我若是小可大声，伊就哭咧要倒去找妈妈的。袂啦，进去啊。好啦，哥，多谢。Don't touch！ 是啦，他不是跳高的，我怎么会修改艺术衫？我这我你嘛伤憨，那是你去美术馆看到假的，敢要赶快去帮？是啦。你是来应征助理的对无？是。啊，既然知影你是来应征的，就不应该对我的作品起卡动手啊！真是。是。我入来无多久，一直听你讲实的，我无希望我的助理哦，是一个敢那会讲实的人哦。我以后会较注意的。所以你是黄玉飞，织品系毕业，有两年的服装助理经验吼。我唔是黄玉飞啊。嗯。啊，这下是我的。哦。杨玉飞，那是你啊。你是卢卡斯，你来应征我的助理。你真正是卢卡斯？对，我是卢卡斯。无啊，我当然是卢卡斯啊。啊，无你就是我跟你同款咯，明明较无安怎，叫做家己收当箱的骗子心。不是安尼啦。啊，卢卡斯先生，全世界上伟大的卢卡斯先生，我跟你说。早我嘛唔知安怎，有可能是我去互刷着。好，莫再搁讲啊，无时间听你解释。你即马随甲我出去。Out。卢卡斯，我甲你讲，我怎会这么生气？那是我今仔日哦有一个真重要面试，我都惊讲我无都看到我崇拜已久偶像，就是你。不过今仔日无要紧啦，因为今仔日咱搁拄着，再搁拄着，我甲你讲，这就是咱两个人的缘分，有可能咱顶世人就有缘，那若无，有可能。不，我跟你讲，这真正是孽缘哦，无人想要跟你有牵连，我拜托你即马随出去，出去啦！拜托你，如果是我违章的态度，我跟你回信的，我怎哦，我怎跟你？是因为我，我浪费力气，我头壳空空，脑顿顿，我嘛唔知我家己咧做啥，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身躯边的人拢讲哦。我做人真好，啊，做工课阁认真。你用我吼，等于用着两个人，不是，应该是五个人。五个人，我看是五个元首人。好啦，你莫阁讲啊，你出去啦。啊！卢卡斯先生，你至少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嘛。你先看看我履历甲作品，才决定是毋是我用我。你敢知影？我是专工，为新加坡来到台湾，就是想要甲你学习。我若是安尼就出去，我会恨我家己一世人。阿伯，你至少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你想要爱我创啥，我就创啥。啊，只是你莫质疑我的身体。我感觉你讲啊有道理呢，一码归一码，咱私人的恩怨哦，甲做工课无关的，对吧？而且我嘛不是一个扣分的人啊。唉，是啦，拄只恁同事拢讲吼，你这個人足亲切，嗯、你一定袂扣分。对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公平面试的机会。做我的助理，专业是上重要的，而且还佫有两项代志，体力、速度。因为咱常常需要挂设计稿给客户啊 ，so， 十分钟之内出公司大门右转，红绿灯右转，对面饮料店，帮我买一杯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椰果，不要封膜，用杯盖，谢谢。这可能是昨天应该做的事。是啊，而且第一关，嘿嘿嘿，你若无欢喜，就莫做。我满意，你拄才是讲啥？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椰果，不要封膜，用杯盖。计时开始。大杯焦糖冰奶茶，我一定要找冰。我一定要少冰加椰果，不放我一杯盖。冰加椰果不用。哎，
阿姨不是伫个管管办公室面试遐助理，啊，早叫你囡仔是要去倒？唔知影呢。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、少冰、加椰果，不要放母，用杯盖。出大门右转，巷口右转，黑贝里搭配姜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。但推了这里过啊，我完蛋了，我搭配姜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油果，不要放。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野果，不要封膜用杯盖。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野果，封膜不要用杯盖。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野果，不要封膜用杯盖。大杯冰糖浆，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。大杯冰糖，大杯焦糖冰。右边，大杯。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椰果，不要封膜用杯盖。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椰果，用杯盖。巷口右转，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椰果，不要封膜用杯盖。爹，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椰果。谢谢你雇我。大杯焦糖冰奶茶，微糖少冰加椰果，不要封膜用杯盖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兄